老爸挺喜欢吃这个鱿鱼须的，我今天到县城去买了一点，这个比较大的，先聊一下。哦，下次就可以。你这边能这里？你下的位置那也来听。鱿鱼要多放点油，放点豆瓣酱，生姜蒜放一下，小辣椒，把那些香味都炒出来，现在就可以放鱿鱼须了。放点盐了啊，买这大的好像没有多少，炒出来，放点洋葱，等一会儿就可以起锅了，可以起锅啦。买的有点大，用不着多。鱿鱼须。鱿鱼须好几分？嗯。180个钱。嗯。不盐呢？我也吃点。哎，鱿鱼真的那个？哎，乖吧。就那么这七个吧。放的多啊。它是分开的。嗯。这种三分钟就分开卖完了，是。还有好有点小麻烦，那不容易好。它就一个没那么细了，乖。这很难的。我就是这个头嘴巴没事，那个节这样子猪肚子。我厂商至少他是跟我说学的，别搞浪费，他都是弄起，他有点粗粗。啥啥啥？黄连长老板也厂商。生产的。嗯。干光了啊，没有了。好喝吗？嘿嘿，干杯。还有一点点，还有一点点。干杯。吃哦，吃。不许浪费，拿去嘴巴去。嗯，这样。你要爷爷在哪里？好啊，你。